今天会好好的唱完它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也是一首就是很多人喜欢的歌曲，戴佩妮才女的歌《野蔷薇》，因为它是在描述女生比较那个比较有能力的女生的一首歌，所以你觉得像你自己吗？对，所以这次真的不会自我放弃了哈，不会，好不好？就对你有信心啊！好，掌声鼓励我们的嘉文带来这一首《野蔷薇》。
们的吴嘉文哦带来这一首。